们现在介绍今天到底有哪些好朋友来了呢？好，马上介绍三组的来宾。第一组宝妈，第二组小布阿奇，第三组古小伟，欢迎他们。来着，帅，有不同领域的厉害的地方。哎，真的。那他们来了，我们到底准备了什么好礼物要送给人家呢？好，我们今天现场呢准备非常多高级又实用的商品来交换。今天有准备的是多功能豆浆机，50寸高级液晶电视，超级旋风式烤箱，蓝光家庭剧院组，高级摩托车等大奖箱，你想要，祝您幸运换回家。很不错呢，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Odobai 啦，还有那个家庭音响组啦，我喜欢烤肉机，哎，那个洗衣机我也可以，对，今天电冰箱不在啊，电冰箱被换走了，昨天被换走了，电冰箱不在了，对呀，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商品，高级音响，真的，那个插那个。智慧型手机真的就方便呢，哇！所以我们的手机就可以里面，如果我们灌了很多的歌，就可以变好听的音响。手机就不只是手机喽，太棒了！现在的科技实在太厉害了啊！我们到底哈今天来宾会带什么东西来换呢？欢迎第一组来宾，欢迎宝妈，耶！漂亮的宝妈今天请。没有，我们两个去夜店算是最安全的啦，冰冰姐。你不要去过了，我没有去过，我也没去过。我只是怕我去到坐在那个地方，大家都跑了啦。不会，我觉得不会啦。我觉得可能我们会最受欢迎，因为大家把我们当古董啊，好玩。哎，你们怎么也来了？好玩呢？不会，宝妈去不会，会跟我们玩在一块。宝妈去不会，宝妈去我们尽量看下半身，都会觉得她是正妹啊。喂，宝妈，我的下半身，你就是讲话不好。我下半身跟上半身有正妹，你们看，正妹，你们看，真的宝妈怎么脚可以这么细啊？哈。就是天生的，哎，很细也不是好坏。你看，对呀，就是这么漂亮。你看宝妈的脚这么细，然后你看冰冰姐的脚。你意思就是说我这么短，这么可爱，短有短的可爱啦，没有关系。我们两个去夜店其实会非常受到欢迎。哦，真的吗？我们没去过，但我们第一次去，大家很欢迎。哇，你们的第一次给的闭店怎么样？但是重点是讲完这句，大家都散开了。不会，因为我们两个坐在那边，好像妈祖佛，你知道吗？他会觉得哇，赶快走开，赶快走开。我跟你讲的，你们两个进去还要在消防安检的。消防安检不是女生的，不会的，以为是女警去查，看有没有什么未成年的来。其实不会啦，对不对？但我其实啊，在任何地方玩呢，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地方。但是看你用什么心情态度去这个场所。我来到现场看到这一些东西呢，我发现我今天带这个礼物跟这些东西换。我都不会心虚，而且不心累都丢了。不可能，真的，因为你的东西都太，而且主要是哈，你太慷慨了。像上次我们去康熙来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以物易物啊，换东西啊，我带的东西都没有你带的东西好，我都回去都觉得好心虚。哪有冰冰姐？但是因为我收到冰冰姐那份礼物啊，包括那个两个香包啊，我真的觉得我回家我就拿着那两个香包，我真的觉得有时候送礼啊是要送在心坎里，而不是那个东西有多少价值。对，那根本就没有，是无价的。为什么是无价的呢？其实那几集我是真的有去过，可是你们真的要现在都还没有。你把8年前的那个烤面包机拿出来，今天跟你无关，今天要看他带来的东西到底有多棒。宝妈的人慷慨，伊讲伊抓来物件，刚才我绝对无失礼，到底是什么物件呢？看一下。好，令人期待宝妈带来的商品是什么呢？哇！从没有戴过的大牌子哎，名表全新，名表哎，冰冰姐，我刚才看了，记得 K 啊，我的在。其实那一天呢，我本来把这个手表带去康熙的，但是我到现场啊，发现阿庞他们带那些东西啊，我马上把它收起来。真的是这样，真的收起来，一定要收起来啦。其实宝妈，宝妈你们别的东西可以换，这个卖给我，漂亮。不过我们都知道，宝妈上各大的节目，不管是换东西，宝妈的东西永远都是很好。宝妈自己东西用的也不错。哎，这你们再戴一下，你戴。我从来都没有戴过哎。我连打开都没有打开过。为什么？那你要拿来换？为什么？哎，这个怎么弄？但是我觉得冰冰姐节目，我必须要拿一个最新最棒的。哎，这个怎么弄？这个怎么弄？可是宝妈，可是宝妈建明哥送你，你不带拿来换，这样会不会？这不是建明哥送的，我这是。阿庞，你确定要讲这种话吗？没有，我们这么熟了。你肯定是水瓶座的人吗？我们这么熟了。有，打开了。小孩一样看，漂亮啊。
哎，好看呢！是活动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时尚的手表，而且感觉它是限量版。对，我这个手表是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不晓得每一个人戴手表的习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戴这个手表应该是属于比较年轻的女孩子戴会比较时尚一点。但我一直都不好意思戴。但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表示我年轻，真的，我觉得很喜欢。我觉得不会，非常好看的宝妈，真的。可是宝妈如果是生日礼物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应该蛮有纪念性。你这样拿出来换，如果对方知道，对那个朋友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们大家都认为说哦，人家送给你的礼物，然后你拿出来送给人家换，重点是如果这份礼物永远都放在家里面，都没有用，你不觉得都没有用啊？但是如果我今天在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节目，如果拿出来跟冰冰姐换东西，如果换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你不觉得这样东西又升值的吗？就像上次他们刚刚讲到上次那个另外那个康熙那节目，我那个拿出来换也是，对不对？没有，那几年前的阿妈的东西，我那个也是我的一番心意，人家送给我，没有人拿这么旧的烤面包机出来，真的，人家还记得。你记性超好，真的，你一点都重点是一点都没有老。重点是那个咖啡机啊，更老旧。现在有什么人用那种咖啡机？谁要用你那个送到回收厂，人家还嫌麻烦，要丢垃圾。哎，那还是好的呢。你当初我们是不是资源回收厂？不过宝妈的东西真的都是很不错哈，这太棒，很好看。但是我要先跟你讲哦，你不要开开心心的拿来，你以为你有信心，万一你游戏没通过，这是可要回收的哦。我觉得没收的。冰冰姐，你节目应该是玩游戏比较简单一点嘛？对。对我们这些，我跟你讲，一点点年纪，对我们节目之前有一个谁就答，像有的非常简单的，他没有过，那有的是很困难的，他过了。对，其实宝妈这样讲，我简短的告诉你，其实我们这节目就是游戏类哈，对年轻人都是蛮简单的。对我年轻人，那我可以赛跑哎，你没有，不行，我讲，他就是太年轻了，好不好？这样不是我中太年轻了，好不好？来，那请问你今天拿着 Gucci 的手表要来换什么东西？其实我刚刚大概有看了一下，哎，就是有几样东西我都非常非常喜欢。没有哪几样，你讲。但是重点是呢，第一样我跟冰冰姐一样，我喜欢那辆摩托车。但是如果我选摩托车，大家会吓死。不会啊，我们怎么可能会骑摩托车啦？我连脚踏车都不会骑，是不是？喜欢那个样子。给女儿啊。他们买东西啊，女儿也不行，女儿皮肤好白啊，不会。我女儿去美国念，小女儿去美国念书。那这部电视机我也本来想换，但是我刚刚才买了一部新电视机。还有，所以呢，我刚买一部新电视机，买的新房子。不是啦，我最想换的是这个。要搬家了，对。乖了你，这个哪一个？烤肉架。这个啊，我前一阵子去一个地方看到，然后说。中秋节要到了哦，如果家里面像冰冰姐这么大的话呢，我一定买这个烤肉架。所以我自己多喜欢，我多想去跟厂商 A 一台，或者跟他买一台冰冰姐，这个很棒，中秋节结好多朋友，而且我超爱烤肉的。而且我讲朋友来还没有看到你的肉之前，先看到这个，哎呀，宝妈你的烤肉机真好漂亮，会一点心啊，你鹅肉真的，我好喜欢哦。OK，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宝妈今天拿来的这个最棒的，你站点爱心拔起来嘞，让它大屌屌了，不被好人几万块的这个名表，他要来换我们这个很高级的烤肉车，到底能不能顺利的带回家？马上来进行60秒快问快答。